闽南信路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大家一路顺时平安。五十分前关注，祝福大家一路顺时平安。咱人民拜妈祖再来建言，咱人民拜妈祖再来建做好朋友，咱人民拜妈祖再一路互相关心，互相扶持。这份友谊来得不简单，来得不容易。请大家继续保持互相联络，明年小小做会过来参加，更加是唔甘，更加是依依难舍。天下间无不散的宴席，咱拢化作明年的期待再相会。妈祖婆会祝福大家一路顺心平安，身体愈来愈健康，身体愈来愈健康，家庭愈来愈平安，事业愈来愈发展。大家一路顺心平安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，来回超过400公里。真正是无简单的一个任务，咱拢会当顺利来完成，拢是来自新疆的妈祖婆，所有的光彩拢是来自妈祖婆。搁较侪时间，搁较侪意义难舍，天下间无不散的宴席，咱拢化作明年的期待再相会。这个前提，来自无简单，但是好事常常好运到，祝福无事常常顺利。大家拢非常的辛苦吼，真正不简单吼，来回交费400公里，从新疆一条最难走的一条线路吼，真正是不简单，无少的路途，遥远风霜雨露，真正不简单。前线人员、领导、马祖婆、司机、马祖婆，连只有大家一路顺心平安，只有大家一路顺心平安，来支持在马祖，来支持在马祖在线路好平安，支持在马祖在一路互相关心。请大家保持联络，请大家保持联络。我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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